好，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用跟线啊来绑皮筋的啊，这个可能也很方便啊。这个是绑了叠背啊。好，把这根线啊折过来啊，前面弄个小扣子。放上去，把护脖带压上啊，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六，七，八，好了，够了啊，穿过这个孔。穿过去啊，然后把这个拉过来，把这个线拉过来，好，拉到这里，这里多的地方给它剪掉，然后这个多余的拔掉，这样就好了啊。这样绑出来是两边是没有任何接头的啊，非常干净啊，把多余的剪掉。好，这样一副皮筋就绑好了啊，方便吧？啊，用的就是普通的这种细的线啊，或大力马线，或者钓鱼线都可以啊。好了。